大家好，我是三妹，我又来了。今天买了四斤花甲哈，两斤莲藕，最后藕尖花甲哈，是我们南区一个民族料理，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看看。放点盐巴，加入清水，来回的晃哈，这样晃半个小时，差不多就出沙了。莲藕去皮，切成丁丁儿。放到清水中浸泡，避免氧化变黑。再切点泡椒，泡椒。姜蒜下面呢？再切点芹菜、小葱。阿刚点火二，要点开干。三锅开水，料酒，花椒馅儿给我焯水。烫至开口就可以了哈，盛出来备用。再下入藕尖儿，烫到断生，盛出来备用。菜籽油，一点猪油，卤成油该下入料头。一把花椒、豆瓣儿，炒香以后，锅边淋入料酒，下入花椒、藕尖儿，加一点点清水，调味鸡精、盐巴、白糖、蚝油，再勾一点点白芡。更加包围哈，最后放入芹菜、小葱，鸭子来西瓜，就这个藕尖花椒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， 来啊，我请哦，要得很多。你看藕尖你们搞不动的，你删我这个，你说你是的半根儿，你看半根儿嘛，啊，我说这个半根儿啊。其实这个做法的话是，哎，非常新颖哈。然后这个藕尖吃起是脆生生的，花椒也比较入味，巴适。藕尖不弄，不弄。是这个。嗯。好家伙。嗯，是啊，嗯。把筷子弄起。嗯。吃这个肉。嗯，手咋成的？要啥子筷子？哎呀。哦，太爽！然后肉好饱满，这一盘子不够我一个人吃，是吧？嗯，你一起吃点肉，那就出 K 全肉。嗯，嗯，扒着扒着扒着，又冒油了，看见没有？这是啥东西呢？我们手起就过一点，你看。更香了，嗯，更有感觉，很有味儿，很顺手，哈哈好吃不嘛？嗯，是不好吃，其实没有肉的，除了黑的全是软，没有肉的，真的。哎，巴适，我们狗吃的好吃，因为吃不得。我快吃完了这盘。嗯，这两盘我安完了去，哈哈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我，能支持我们，我是阿明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